大家好，之前我给大家介绍了 Mid Journey，内容是通过 Mid Journey 来实现以图生图，创建属于自己独有风格的头像。如果大家对 Mid Journey 以图生图的操作还不熟悉的话，可以翻阅我之前的视频。今天我会在以图生图的基础上，也就是电图的基础上，引入 Inside Face 这个机器人，创建和电图一模一样的头像。首先给大家看几张我已经做好的成品图。 想必大家已经认出这些照片是谁了吧？没错，它就是日本的三级彩花。我也是因为周杰伦的《说好不哭》MV 才认识他的。这些图片是先通过 Mid Journey 机器人来制作完成，然后通过 Inside Face 机器人来实现人脸的替换，得到与原始电图人物长相一模一样的照片。创作这些照片，其实只需要花费十分钟即可完成。下面我就来分步骤给大家演示如何制作这些头像照片。 本频道会分享一些 Mid Journey 的教程给大家，欢迎大家订阅一波。正式开始，步骤一：上传电图。来到自己的服务器，上传自己的电图。电图就是原始图片，点击对话框中的加号，上传文件。此时图片已经在对话框中，还没有上传成功，需要点击回车键。这样的话，一张电图就已经上传成功了。 新手初次上传电图，把图片上传到对话框中，就以为上传成功了。其实是需要点击回车键才算正式上传的。下面来讲步骤二，通过 Mid Journey 机器人来制作头像。首先确认自己想要的头像风格，这里我就以迪士尼皮克斯风格为主题来创作头像。下面就是要准备我们的关键词，关键词包含的内容主要有人物、背景、时间、动作、风格、材质。 灯光等等，这里我所用的关键词主要是酷女孩、金色的头发、微笑，并且看着你、迪士尼皮克斯风格、超级细节等。然后我把这些关键词全部翻译成英语，并且要用正确的格式书写这些关键词指令。如果你对指令参数和高级提示语不了解的小伙伴，可以看我之前的视频。这里我已经把提示语准备完成。做完这些准备后，我们就开始作图，先把机器人的参数设置好。 这里我们选择 V5 模型，风格化程度选择非常高。我们把电图的网址复制下来，然后在对话框中输入提示与指令：斜杠 imagine，然后粘贴电图的网址，再输入我们的关键词。这里我直接把准备好的关键词复制过来。 最后设置一下图片的比例参数和电图权重参数，以及图片的质量参数。比例我选择二比三，电图权重我设置成一点五，质量参数我设置成二。然后就把这个提示与指令发送给机器人，等待机器人作图完成即可。作图可能需要几分钟时间。 作图完成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甄选照片。如果对照片不满意，可以选择重新创作。找到自己满意的照片，放大来查看原图。 其实机器人生成的这些图片和电图其实还是非常相似的，但是并不是完全相似。如果你想把这些图片的面部细节改成和原图完全相似，就需要用到我们的 Inside Face 机器人。下面讲解最后一步，步骤三，通过 Inside Face 来替换人脸。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Inside Face，这是由麻省理工学院授权的免费开源的最先进的人脸识别软件。通过这个软件，我们可以实现图片的人脸替换。 首先，我们需要在 Discord 中加入这个 InsideFace 机器人，只需要点击我视频下方的链接，Discord 网页就会自动跳转出 InsideFace 的邀请页面。然后我们选择把它加入到我们的服务器中，点击授权，验证一下自己是人类。此时我们的服务器成员中就已经多了一个 InsideFace Swap 这个机器人，这就代表已经添加成功。下一步，我们需要准备电图人物的标准五官照片。 五官照片最好没有任何遮挡，这个五官照片可以从电图中裁切，或者是其他的照片也可以，只要是电图人物的本人照片就行。准备好以后，我们就可以在对话框中输入斜杠 c w i e 这个指令的目的就是让 inside face 机器人保存电图人物的五官照片。在 e name 后面输入自定义命名，这里我输入 apple，然后点击 image 上传电图的五官照片。 然后就可以点击回车键，上传五官照片给机器人保存。此时，Inside Face 就已经记录了我们电图的五官信息。然后我们再找到之前让 Mid Journey 做的图片，就是这张图片，点击更多，找到 App，选择 I N Swapper，也就是人脸替换的意思。然后等待一分钟左右，Inside Face 就会回复我们已经替换好人脸的照片。这个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人脸已经被替换成了三级彩画。 你可能会惊讶，换完人脸之后感觉变化不大，那是因为 Mid Journey 的生成图本身就已经很贴近电图了，所以换完人脸感觉变化不明显是正常的。但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，图片的面部五官细节已经被替换为三级彩花的人脸了。通过 Inside Face 来替换人脸的步骤就已经讲完了。如果大家有没看明白的地方，欢迎在我视频下方给我留言。这里我只是演示了其中一个关键词风格的照片。 大家在实际的学习和训练中，我建议大家多尝试不同风格的关键词来创作，因为通过 Mid Journey 来创作图片，就有点类似于拆盲盒的感觉。同样的关键词，有几千万种不同的种子变化值，要多次重复创作才能找到自己喜欢的照片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大家觉得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记得给视频点赞支持一波。最后，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